火的能换气耳，可以啊，很简单啊。嗯，被重置了，没关系。哦，这对哈，其实他没有开，没解的话，其实伤害蛮低的。哦，你看其他队伍都很轻松的打。蜜儿当头跟铃当头有差，队伍技能不一样。蜜儿当头比较强一点。好，这边的话就做一个全体攻击。这边有点危险，这边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右边的带走。天降多一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个版面是没问题的，这版面应该是没问题的。OK， 这样子就轻松很多了哈。有攻前盾龙科，大部分队伍都能打，对，没错，这样讲没错。啊，穆埃纳奇可以换副肩，可以啊，换木肩更强，换副肩更强。我先擦一下这个。哦，这边其实已经。开了这个梅姐之后应该是轻松虐。好像不太行哦。啊，有点硬哦。好，龙科哦，我觉得也还好呀，先打。哦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？直接这样子好了。嗯。好。那我先给他打一下，靠呗，我的那个。我的木屋还没跳啊！好，我这边要暴走啦！好，阿克亚刚打完啦。那王一的话，直接开龙科哈。啊，不要手下到暗珠哈。不要手下到暗珠，开龙科。哎，这个伤害，干，我怕很低耶，完全没有天降，怎么办？啊，五 C 啊！哦，还是很够，还是很够，吓死我了！哦，这边先把它点掉，然后先把暗珠点掉，完美啊！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是可以通关了哈。有木埃的真伤，加木屋。伤害非常的够力。